了，你有一瓶毒药，你要毒吗？你有解药，你要救他吗？天亮了，有点没意思了。昨天晚上于雨涵被杀了。解药你要用吗？天亮请睁眼，昨天呢又是一个
条鱼人家，我查出他是这个谁，左航，他是这个，就觉得可能是狼人，就觉得刺刀，然后张俊豪可能怀疑他，然后我就觉得是就狼人呢，他就使用了一套计策，就是说为了解除张俊豪的疑心，然后就说把他杀了。今晚查验的是谁？他是好人还是坏人？第一晚。啊。我查验的是张俊豪。啊。他是好人。嗯。然后我觉得他有问题。就是说到刚才木子常说的这个问题，就是有很多种情况，就是第一种是木子常是人渣，那个左航的话。左航是狼人的话，也有两种情况，就是张俊豪就是好的嘛，然后左航和那个唐云坤假如就是坏的，那么张泽宇和张吉和那个左航的怀疑就提到了，还有苏笑的怀疑，然后如果木志成不是预言家的话，那么木志成和张俊豪是狼人，还有一个就是暂不确定的因素，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上一句嘛，张泽宇和张吉都没有怎么说话，就是嫌疑可能会比苏建豪高明一丢丢。其实我刚刚第一个的时候，我觉得左方挺像狼人的，当时我觉得他刚才说那个张俊豪，他说他们在打掩护，如果他们俩是同一伙的，那可能就是左方就是故意帮张俊豪洗清这个身份。上一页就是刚才闭眼那句，他肯定睁了眼的。如果左航睁了眼的话，那木志成肯定也是。因为他说左航那个。对。我觉得还是说一句故事好。然后我这边怀疑木志成，首先我觉得木志成第一个，我刚才在问他第一晚查验的人，他感觉没有那么坚决，然后有点紧张。第二个点，如果左航他说查验的左航是狼人这一晚，你们想一想。第一晚于涵死，然后完全没有任何什么线索，然后只有我这边是女巫，让他第一晚查的是张俊豪，张俊豪是好人。但是你想，第二晚如果狼人怎么可能去自刀？狼人自刀的条件一定是，就他们怎么可能去自刀？因为没有任何人一个人在第一轮的时候跳出了预言家这个职位，但这个时候狼人是绝对不可能去自刀的，因为他们自刀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要来骗我的解药，对不对？那就首先左航肯定要做是预言家，然后左航第一轮根本就没有怎么说，然后也没有预言家这个职位，所以我觉得木神他有问题。然后其实觉得猎人可以跳了，说实话，我现在已经可以排了。你开始？哎，咋这么慢呢、啊？你刚才在犹豫。我跟大家分析一下，现在苏笑和我是女巫和猎人嘛，两个神职，然后现在死去的是童一坤还有于远和左航，然后我这轮觉得是木志成有问题，所以我这轮会选择票木志成，我觉得他这个预言家不做事，然后现在唯一就不知道身份的就是张吉，然后那些还有张泽宇，然后还有张俊豪，现在因为我们苏笑算是坐实了嘛这个职位，然后我这边还有一瓶解药和毒药，然后反正我觉得预言家可能已经死了。我觉得木志成其实已经挺大的，然后呢，我觉得邓家兴刚才说到最后，就是最后两句话，就是有一点就说不清楚，就说反了。就是第一轮发言的时候呢，希望你说一句话，不是好。就其实第一轮我不是和左航互相怀疑嘛，然后因为我判定他是狼，我就在我的方面来看，我以为上一晚会是我死的，然后现在。所以说现在目标还是不是很明确。我是蔡。其实我觉得木石是现在最大的嫌疑的，而且我想说他肯定不是预言家，因为那预言家还没死呢，你可以挑我是预言家。因为在第一晚的时候，朱志新，我一开始觉得他怎么能玩得很好，这样验他，万一是狼的话怎么办？然后我验了一下，我知道他是好人了。然后第一天嘛，他说他跟我配合，然后我也没跳，不敢跳。而且第一个我第一个发言。然后在第二天的时候，我查了那个张俊豪，然后看张俊豪是狼人，然后而且张俊豪在第一天发言的时候，他说他觉得是左航，然后第二晚左航他就死了，所以说我一开始就认为张俊豪和左航可能
刀，把走廊给刀了。不可能，你想，如果狼人在第二晚自刀，他们那个情况，你觉得他们自刀对他们自己有好处吗？因为如果他们要自刀，肯定是要来骗我的解药。你这逻辑就还有一种，而且我觉得反逻辑，如果你趁冤家本来他被狼杀的话，你就应该不跳远，你就跳冤家。如果因为被狼杀了之后，他还有机会可以见你，还可以再见你。张泽宇，反正呢，他说我是狼人，我自己都清楚我自己是谁。然后他说狼人，我现在虽然我没有什么证据，但是我直接就判定他不爽。我觉得这也可以先把两个预言家都留下，因为张泽宇已经验过朱日星是好人嘛，然后顾城还没验过。然后把木子城先留下，先把木子城和张泽宇留下吧，让木子城这一把把那个这一页把那个朱日星验下。如果说木子城验出来朱日星也是好人的话，那朱日星这个女仆的位置是坐实的。张天豪不是说自己是平民吗？就是当时张泽宇说第一晚验的是朱日星是好人，然后那个张天豪是狼人，然后如果张俊豪是平民的话，那么张泽宇就是狼人。主要我觉得张俊豪说的这句话亲准自清，每个人都会说。但是我第二晚验的就是张俊豪，我觉得张俊豪其实没有什么怨言。而且我觉得留木子城第二晚在第三晚再验这个事情，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用，因为朱日星已经锁了，他就是个神职位。赵宝要不睡，我把他验出来。对，然后我们女巫下一把可以把木子城给堵住。我把他验出来，然后女巫再堵我，可以吧？那么这你张泽宇如果是说是预言家嘛，那木城也说是预言家，那你们两个今晚上都验我。张泽宇有什么想说的？对，我你一直没说话。一直没怎么说过。我觉得呢，这还是木子城演剧吧。然后呢，其次下来就是张泽宇好，张泽宇好，张泽宇也有演。对，我觉得跟他身上其实。然后我觉得现在可以先投其中一个预言家。我知道了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我觉得第二期是狼，张泽宇是狼，孟辰是狼，冰坤是狼。张泽宇是狼，为什么？因为第一轮票就是他而言，好，他第一轮发言，他是狼对吧？那为什么他又是狼？刚第二期说的完全没有逻辑，而且他好像是他，而且因为他说的重点是什么？他说这个人保留木子城和张泽宇是躺平，这个是很有问题的，因为木子城的发言一开始逻辑就不对，我觉得。对。然后他还是商业利益，然后他你就可以发言。但是我，对啊，确实他是我说嫖赌的呀，我又不可能把解释就是掩饰。哎，我也是为了防着想。啊。要不这你们没有把张子怀怀疑住吧？没有。要不你们今晚留我把张吉验了。你凭什么说你是预言家？而且张泽宇也跳的预言家。有我和木城，有的有谁？大家幸福是吗？我真的今天跳。OK， 你说的记住这里了。我刚听到他说的预言，他觉得是苏世浩的预言家。当然是苏世浩，他已经跳到这里了。那我就觉得他是吧？所以你们三个人是。狼人请睁眼，狼人请杀人，女巫请睁眼。你有一瓶毒药要用吗？你有一瓶解药要用吗？天亮请睁眼。来，昨天晚上我们去的是我们的小洞。如果你们把我杀了，或者把我骗死了，我能带走的就是那个人，是张泽宇。我想问一下张泽宇，你猜的是谁呀？这个。他是好的还是坏的？坏的。那天晚上我被杀了，然后我自救了，然后我读了那下去，因为我觉得他上去逻辑真的很有问题。张泽宇和左航，然后左航死了，然后现在
现在只有一个观点吧，就是我是平民，然后他肯定是。反正我现在就想说，除了朱时清，他们仨都是怀疑我的嘛。反正我觉得把我票选之后，游戏肯定也继续。反正我就说，就一句话，真的好铁吗？其实我前面我说不怀疑张振宇，但我觉得后面张振宇说张角是铁了这句话有点让我。他说他第二晚上用的张角是狼人，然后现在怀疑有还有两批狼，但是我就觉得两批狼张杰和张振宇，因为张杰我觉得，因为他只有最后一轮说自己还是平民了，他前几轮都没怎么说话，然后张振宇逻辑，包括后面他跟顾城非常的。要么就是木子成不会玩，要么约翰是预言家，要么反正要么我票张杰，要么票张子怡，就是我觉得，然后有可能下周我被杀，然后剩下那个两个人一定要票张杰或者张子怡，然后我觉得他们下周肯定会杀苏萧，因为苏萧是猎人，如果他们杀苏萧，苏萧可以直接在反正我就可以在他们两个心里，这样吧，投张子怡，我觉得。张振宇的话，有时候完全不行，不能信。我知道，我俩是。为什么不能信？就是说，反正你相信张振宇。我相信，就是有百分之。笑了。你没信？给你了。就是有20%-30%的可能，就是张振宇说，就是有80%-90%的可能。所以你觉得？我觉得这样吧，然后投张泽宇的举手。我觉得反正我还是可能不够。狼人请睁眼，狼人请杀人，天亮请睁眼，张俊豪要。我投张杰，我投张杰。那个
也没救人嘛，所以他已经解药后毒药，因为这种情况下我跳的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而且我一共要查实你是哪个人，你还要找个人。我觉得我不是啦。然后张吉也可能是个狼，然后他们俩是狼，苏信浩和朱志清，那。
经把月很长了。嗯。如果这晚我死了，女巫一定要一定要救我。如果我死了，女巫知道了，那朱志新铁定是哦。哦，反正。我今晚肯定我非常真遇。我倒不一般。这也我没死，而朱志新死的话，大家肯定会怀疑我是狼，对吧？但我已经查到朱志新是狼的话，狼人可能会刺刀，所以大家还是要多考虑一下，不要。我也跳预言家，那万一你也是狼，你也可以自保，然后让女巫来救你。对啊，所以我想大家谨慎一下。对。好，最后举手。是木子成。我第一人知道，我是有一个神职嘛，就是我早就知道那个张泽宇的那个猎人，然后朱子清和木子成其实还是不是很确定。那个什么玉涵就是铁定是女巫嘛。张吉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个聪明。孙悟空我觉得是个聪明。那么就是苏信浩，我觉得苏信浩和托尼温是一个表情。觉得就是从刚才就是看有没有。木子成还不一定都是跳预言家嘛，那就他们俩中，我觉得就是其实肯定有一只狼。然后呢，左航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也算一个狼。就现在来说，场上应该还差不多两个。我是女巫，我昨天不救木子成的原因，我觉得他可能不是真的预言家，因为昨天晚上死的是木子成，他可能是自刀，为了博得信任。他们两个都可能不是预言家，我觉得预言家应该藏着。预言家应该就是张俊豪。死了。我操！我天，兄弟们！你在说什么呀？我这个混子混到了现在啊，就是现在分不清情况的分为两拨啊，就是现在那个人就是属于战里面的一员的，现在就是因为他俩嘛，就是他们俩不是除了我吗？啊，然后就是如果就是他俩是那个。对，然后那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两个是狼吗？因为刚才余涵不是看到那个女巫嘛，然后其实在下期间我不太确定，然后我觉得因为当时因为上一局嘛，因为上一局我投了三分，其实我觉得还是算见到了，还是想投的。刚才苏笑上一轮和这一轮都把矛头指向同一波，感觉他们两个应该不是什么。我觉得邓稼先可能跟苏笑是一伙的，因为邓稼先。他把矛头指向佟丽坤跟苏信浩，就是想他们两个都死，然后呢死了之后，他如果是狼人，他就把我们两个其中一个杀了之后就赢了。我觉得结果这么蠢的。那你这么说的话，如果你们随便投一个，就是而且我觉得狼人肯定在他们三个之中的两个人，因为他说佟丽坤是狼，他也说佟丽坤是狼，我觉得他们两个可能是一起的。